天天开心。55岁赖姓妇人大年初二后手机断讯失联，人离奇失踪，家属相当担心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变过了。搜救人员将妇人的遗体从水池内抬出，她已经溺毙多时。因为妈妈最后消失地点在那附近，一直找不到。绕来绕去，然后最后又绕回池塘，就看到了。女儿猜测妈妈可能是为了捡东西失足落水。最新的监视器画面也曝光，妇人带着两只狗在苗栗八甲水塘公园散步，脚步神色看起来都没有异状。湖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手套，感觉是妈妈是要去捡东西，然后那边蛮滑的，然后周边有那个，他就是他想要挣扎爬上来的痕迹。赖姓妇人在大年初二早上10点多出门遛狗，下午4点手机关机失联，家属初五从嘉义赶回来通报失踪协寻，直到1月31号晚上11点，在住家附近2公里的水塘公园找到失踪8天的赖姓妇人。母亲有人曾于失踪当日，与其在联合大学八甲校区附近巧遇，警方获报后调阅监视器。却有发现该女行踪。好好一个人，大年初二出门遛狗，却溺毙池塘内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家属相当难过，到底妇人是单纯落水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，有待相验厘清。记者彭志敏、林思欣、詹景成、苗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蜡漆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